你们给我猜。易烊千玺。千玺啊，那个周杰伦。还是千玺。这就有点刁难人了啊。小嘴。张伟。张伟。张伟。谁是张伟？张伟。张伟。曲颖。你别瞎说。曲颖。这真是曲颖。那美人鱼那个。哎，张雨绮。张雨绮。周深谁也不认识。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。火眼金睛第一轮还是从小东开始。三。等会儿这是什么？别。二。好难啊。花哥。正确。我。这就是花花男扮女装的样子。我还以为刘涛姐呢。来，景瑜，请看题。她本身是个女孩。三二。贾玲姐。抱歉，回答错了。我真凉啊。刚才那张照片是子怡姐。啊，我也没认出来。现在月月到第一个了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请出题。这个我猜出来了。这还认不出来？这想啥呢？时间到，还在说，没有作答，还在说，他没认出来，他在装。贾玲姐，从子怡姐开始，请出题。认识的我也要演出来，我都不认识。三谁？二一啊！之前藏得那么好，这一刻暴露了啊！还从子怡姐开始，请出题。妈。三谁二谁队长我们队长马佳琪。回答正确。请看题。这是什么？月哥回答正确。月这是我。杨迪。葛优回答正确。葛大爷。吴彤。杨迪，吴彤变完女的以后比你好看太多了。贾玲请看题。这谁啊？这还猜不出来？三二一，时间到。不是，这杨洋，这个角度不太像，真不太像。这轮开始是变形的照片，请出题。啊，这更难了，我的天哪！等会儿。三。关晓彤。回答正确。请出题。哎呀，花花哥，这眼明，这属于。黄渤，正确。这个稍微也有点像夏雨，说实话。请出题。三二杨一，时间到。你们给我猜。易烊千玺。千玺啊，这不是易烊千玺吗？给鹏哥再个机会，快点去吧，第一个。鹏哥请看题。三那个谁，那个周杰伦。不是易烊千玺。还是千玺。这就有点刁难人了啊。我看。哎呀，这是哪有接连羞辱一个人两次的呀。鹏哥请看题。
小明哥，回答正确。小宋，景瑜哥，回答正确。花花，请看题。林更新，林更新，回答正确。贾玲，请看题。这也没变形啊。三，不是没变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他是谁？高老师。一，不是，我们都猜出来了。谁呀、啊？高老师。我们也没看出来。哥，真的不是我，哥，你看一眼。我真没看出来，我走那么近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我觉得峰哥从来没长过这样，至少在我的认知里。这个真看不出来。这轮的照片是童年照，童年，哇，这个难。还有最后两轮，小童，从你开始。高圆圆老师，正确。就是玲儿姐吧，玲儿姐，回答正确。不是你，回答正确。谁呀、啊？哇，沙溢师兄，沙溢哥，沈腾，沙溢哥吗？我，这是沙溢哥，这有点夸张了。你能看出来这是我？我就是最后瞎蒙的。你觉得真正的校草小时候是长这样的？哎呀，这也挺还可以了。现在是最后一轮，来，小童，从你开始。子怡姐，回答正确。谁？千玺师兄，回答正确。华晨宇。三，小宋。谁呀、啊？那天哪！我在旁边给他说话，你听到没？我说华晨宇。这当然，我说华晨宇。而且我在你旁边说华晨宇，你听到没？他说小宋，没听到。第一道菜啊，腾哥开始，三秒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周杰伦。哎呦，答对，三二一，宋鹏，答对，三潘玮柏，二一，答对，三二一，答对。三，我等一下，一，吴君如，吴君如，妈呀，这是个男的吗？王一博，你完了，我看不清，这个错的有点太离谱了哈。实话实说，一博这张好像美颜有点重啊。来，强策准备，三，蔡徐坤，一，答对，三二一，胡可，下一张不用翻，是吉娜，不用翻。翻都不要翻，要不是我根本不公平了。来，下一张，准备，三二一，玲儿姐吧，这不是？答对。你看，这跟吉娜也差不多了。这心里一样的分量。对，一样。杨迪，三，哎，刘亦菲，答对。这你也看出来了。玲姐，三二一，答对，三二一。这吃的不要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准备啊，杨迪，准备。三二，就王菲，答对。三二一，关晓彤。三二一，郭麒麟。来，程程。三二一，张小斐。张伟了。张伟。张伟。谁说张伟？张小斐。大张伟，小张伟。小斐姐。你不是包场了吗？包场了吗？张伟。张姐，哇，这咱们。准备啊！举手抢答，井冈山，刘欢，哎，我其实刘欢吗？咋那么瘦呢？杨迪答对啊，一分啊，三二一，耶，腾哥，这是谁啊？你行吗？不是，他抢答，三二一，说脱口秀那个李雪琴，李雪琴，是小宋先答对的哈，三，巩俐，谁？巩俐。看我们，三二，哎呀妈呀！钟汉良，答对，三二一，姜子牙，站住！沈腾哥，你喊的是章子怡啊？你不是拉倒吧？前面，你们
日本，胡歌，日本，胡歌。那个腾哥，胡歌，你这下胡歌，你说日本。这还能不知道吗？逻辑正确。第二题。啊，这是谁啊？何润东，何润东，花花。啊，你连更新。我？是吗？是你吧？确定是小新？确定。是小新。这个跟九亿少女的梦有什么关系？大糖糖了啊！胡歌，霍建华，李易峰，正确。腾哥，请看题。那个啥，黄圣依。我认识他，我一下懵住了。刘那个谁，那个刘亦菲。来，超时严重，不能算分。贾玲儿，请看题。杨迪，他是古装美男子。小心，三，乔振宇，回答正确。谁是谁？乔振宇。小童，请看题。刘是吗？糖糖，请看题。孙俪，正确。这是孙俪，黄磊老师的老婆。变样了，变样了，变样了。花花，请看题。杨幂，正确。迪丽热巴，正确。腾哥。那谁那个张古力娜扎，古力娜扎，古力娜扎，对是对，但是超时严重。变样了。嘉伦，请看题。哟，这你都不知道？贾玲儿。哟，哟，林姐，林姐超时了。杨迪，他是谁来着？那个曲颖。你别瞎说，你就别给我支招了，曲颖，我还不如说过呢。有个渣，那个迪丽热渣，迪丽热渣，热搜了，迪丽热渣，热一渣。一心说对了，腾哥，请看下一题。三二一，古力娜扎，古力娜扎，科尔沁娜依扎，科尔沁娜依扎，董璇。嘉伦的题目是张含韵，正确。贾玲回答，张若昀。不是，就是跟你们老公名字很像，张钧甯。对，也姓张嘛。差太远了吧，你张若昀。小宋，这是谁？曲颖。这真是曲颖。张馨予。哦，张馨予。啊？叫啥？张馨予。张馨予，你是吗？你们这样让我们很容易得罪人，你们能不能拿大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什么？你们这些照片都是 P， 就是。等一下，别说话了，你。静态图。这是谁？那个谁，功夫熊猫他那个老师叫什么？黑暗飞上短片。五、四。三，名字不是吗？二，是翻那个哪个那个动画片里的？回答错误，这个角色叫闪电。啊，闪电，说话可别说话慢悠悠那个。对，叫闪电。好，接下来到潘老师了，潘老师，
请看图片。苗阜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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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四，总不能是蔡明吧？三二一，蔡明，回答正确，正确。真的是啊。接下来明姐请准备好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三二一，小样吧。是小样吗？回答错误。啊，接下来到贾玲了啊，来请看图。王源，三，王源，王源，一，王源，正确答案是哪个？王源，回答正确。我爱你，明姐，我跟你比心。这能看出来是王源。请看图。What？ 这谁呀？三，这谁呀？二。一，这是腾哥吗？啊，答案是贾玲。我回答错误。喂，这是谁啊？廖昌永老师。不是，为什么廖昌永要穿成这样啊？他是这样，就他有一个国际游泳比赛，然后咱一开始看廖昌永老师在台上就穿着西装在那唱挺好，忽然之间衣服一脱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，然后就扑通到那个水池里游了20米，然后爬上来继续唱。我们一起勇斗。请看图3秒。三二，我知道那个谁，那个李易峰。回答错误。一起告诉胖老师这是谁。下一节明姐请看图。啊，三二一，答案是工藤。哇哦，宫崎骏。不是宫崎骏，新一。对，那谁长大了以后的样子，工藤新一。耶、yeah ，回答正确。他小时候叫柯南。柯南长大了以后的样子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居然知道工藤新一。是的，我爱看动画片。哇，太厉害了。下一节鹏哥请看图。三二一，答案是我再给你3秒，三二一，答案是没，你给他3年都没用。请回答。欧阳娜娜。回答错误。飞。哎，这谁？张柏芝小时候。杨超越。杨超越干啥的？唱歌的呀，某个组合什么火箭少女里边的是吧？三二一，刘亦菲吗？不是，已经晚了。调整啊，准备，开始。三二一，战争哥，晚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啊，你喊快了。啊，我喊快了。你看，来准备，程程，三二一，杨紫。哎呀，真答对了。是，周深啊，来准备，开始。五四三二一，我知道是谁。天哪，黄晓明。对啊，我以为是胡先煦。你认为是谁了？
根本不知道是谁。我没认为出来他是谁。哎，我现在知道是短板了。嗯，我就是看，我不认人，我脸嘛。近视眼，难怪我第一集写的眼力劲儿一颗星。5、4、3。许昌。这个看得出来。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。谢娜吧。对。啊！哇，你好厉害！厉害。强强准备。这谁啊？这是尹正哥，错。林更新，错。啊？李现，李现。哦，是李现。好，小鞠准备啊，开始。魏大勋，答对。微博置顶的照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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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。来，准备2秒啊。他谁？陈伟霆。这是陈伟霆。已经晚了。来，周深，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。等会儿，这也看不出来呀、啊。衣服，这还看不出来呀、啊啊？你们我们这里面的吗？你们不知道，这还看不出来呀、啊？快点说话。朗朗，对了，你没看出那衣服都是同款吗？气人不气人？太气人了，周深。我以为都是外面的人嘛。外面的人，这衣服都这样，还没发现。周深确实傻。准备，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。易烊千玺，你猜是谁？说是随便猜。易烊千玺，错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范丞丞。我真的想提起，我小时候锅盖头啊，你忘了我那个照片就是一根锅盖头加两个辫儿。别这样说，易烊千玺刚才也是这个发型。走走，开始开始。5、4、3、2。这个是有年代的照片。随便猜。是个这个女明星，是那肯定。那要不然呢？姚晨呢？错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林子玲。林子玲。小声点。不要说。林子玲。但是跟现在这、啊、跟现在看的不太像。这不是弹钢琴的。咋不可能弹？林志玲的。对。啊。林志玲，我们不像不像。我们后面都猜出来了，都猜不能提醒。我们猜出来。都猜出来。不能太近，得稍微远一点。对。那还是没看到，没，这是林志玲吗？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像？准备，你应该认识啊。3、2、1，蔡徐坤，答对。哇，这我真猜，哇，我就得反应2秒，这真的是。这微博头像就是他了。好，准备，开始，3、2、1。张一山的。张一山。哦。啊。张一山呀、啊，对，准备啊，程程。啊，张若昀，邓伦，朱一龙，哦，老贤，就在一个校区，一个校区嘞。啊，胡歌，对，哎呦，虽然有口音，但是胡歌，胡歌。啊，那个谁，李易峰。哎，关键的，可以。求你了，出个简单点。Hello。一届帝。王凯。答对。吃饭。这么难。啊，这个叫陈伟霆。陈伟霆。白敬亭。行，你没说成白敬亭。白敬亭跟胡歌，他们俩。该我了。丁禹兮。难题。任嘉伦。冯巩。开始啊，程程。李现。请答。不错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还能不认识？我的偶像。宁姐。跟我一个姓。嫁给你。不，跟我一个姓。周震。这是周震南。哦，周震南。从周深开始。气死我了，你不知道庆余年？不知道庆余年？鸡腿姑娘。庆余年不知道？没看。李沁。再给一次机会吧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天哪，又不认识。这我认识。说我可以吧？说这我认识。说呀。哎，张歆艺二姐。静。哎，那个什么，美人鱼那个。哎呀，三个字儿，
张雨绮。什么？哎，张雨绮。张子绮。张雨绮。张雨绮。周深谁也不认识，没办法。连春游少年都提醒他了，看不下去了。来。这个。我耳朵里塞着小喇叭。又不认识。张含韵。这太明显了，我还有他微信。张雨绮。对，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。不，这样我们承认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想考验一考，我们就继续翻，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。